其实我常常不是说常常偶尔啦，坐计程车的时候都禁开，有这个经验的请举手，每个人都有，尤其有时候自己放屁的时候，但是有时候那个可以把它压回去，没有办法，对对，要不你来电的两个人俩，不是你就是我啊，尤其是夏天，你有没有觉得？然后有时候会还会看司机这样。没有，我把车窗摇下来，我都把车窗摇下来。哦，如果你自己摇下来，对。但是我讲的不是自己的因素，有时候是司机的因素。是是。但是我觉得尤其夏天，司机有当下吼假昏了，嗯，对，油垢味啦，过来可能又不洗澡，清洁也比较有问题。其实之前他们有说啦，他们有那些老司机在说，如果他们是那种开24小时都没有回家的那一种，就是他住在里面，然后甚至有我曾经搭过一台是，他连尿尿都在里面。什么？那种哭脸？真假？他是用保特瓶的，他跟我讲。哦，有那么夸张？他自己分享了，他说他自己分享，对你分享这个啊？因为我常在坐计程车，我常会跟司机聊天，那司机用。在开杠哎，然后一个搞阿公，我进去我就觉得有一股味道，我就想要开窗户。阿公是不是有洁癖？跟你讲，然后我讲嗯，是有洁癖。他讲哦，他都我想急吧，就是太急了，我想放尿滴滴的保特瓶，哎啊，他旁边就放一个保特瓶黄色，他自己承认呐，他说不要进来，你把窗户开来，不要进来。但是那很恐怖，因为他也喜欢喝维大利，两个人就困在那里了。可是他们真的蛮辛苦的，24小时都在开车，这种睡在里面，吃也在里面，尿尿的，他甚至。至于他就是想说男生方便嘛，他就是用保特瓶这样子，对啊，那因为他们就是有时候我一次跟计程车司机，保特瓶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不实用，不实用，不然要用什么？那开口太小，对。哦，黄医师有默契。好了，就说吧。想太多，好吧。没有，我想说，他说那个真的，因为有时候跟他们聊天啊，他就说，其实景气如果没有很好，那他说，其实除了你们台北之外啊，我们在外县市的地方的小黄真的很难跑。他就说，因为呢，老实说没什么生意，所以大家就是说一趟可能是从桃园或从哪里来台北跑，所以他一趟都已经开过来了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就在边开。开个一天或两天才回去，然后晚上就是睡在哪里，那个建高还是什么，有一些停车的那个，他们就在那边，所以他们真的是吃住睡都在那辆车。然后再加上你知道吗？他们因为你如果生意不好，为了维生，他就说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他们有时候没有乘客的时候，他们不开冷气，因为他要省钱。啊，对对，有人给我用塞的，你要等你顺过。我那个很在讲啊，这尤其是台大医院头前啊，哎呀，百官百鬼啊，做故障一个要坐车，啊，你也看伊，哎，奇怪，啊，司机都在外靠，啊，前进的时阵，这样是用塞的，就卡安尼的。因为他启动要耗油，耗油嘛，所以他为了省油，他没有乘客的时候，他不开冷气，然后等。在旁边等客人的时候也不开，然后又下来推车。你想他怎么可能没有汗味？我下来推车的其实都比较健康的哦，对，知道吗？算健康的，因为那算运动。对啊，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就很可，因为又很可怜？因为你如果看到他在推车那个开始要想到要轮到你坐那一辆，你就默默就离开了。老瓜，我的想讲，我希望等后一台，先去我后面一台，因为一定老瓜。可是两方面很为难，一方面觉得他做生意很辛苦，一方面坐进去，我觉得我最难忍受真的是味道，真的是味道这件事。我觉得狐臭真的是有一点，就是说真的，你进去你就想，我后来就选择把口罩戴起来了，然后选择把那个护手霜拿出来擦一擦，然后让那个味道就自己在环境中比较好。可是你想到他们也这么辛苦，你也没办法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那个有一个疾病，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，他们常常会打嗝的那个味道，其实也是有。然后后来我也是选择就把窗户弄下啊。有一次司机也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开把窗户弄下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想弱啊，我想要吹自然风啊，对，就也不想要三十几度，你想你就吹自然风。”啊，你不好意思讲啊，没有，我都讲得很直接，我说这车子气味太重了。